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是一只马桶人。我怎么死了？我怎么死了？嗨，各位，我是一只可爱的咬着哑铃的马桶人。这款游戏叫做什么？厕所塔防训练器哦。我们要想办法训练自己，然后想办法变得更强、更厉害。现在我只是个新手，我的力量只有60，然后按下这个，它就会自动帮我做这个哑铃的训练的。OK， 那我们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啊？我看一下，这边有个蛋，他说可以抽蛋，可以花250个钻石或者是69个 RB 来抽这个东西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用250个 RB 旁边的250个钻石，抽到了一只，怎么是宠物模拟器是不是？抽到一只女王蜂啊，这只女王蜂可以帮我增加攻击力吗？哦， 2.4 哎、欸、，OK， 这玩法怎么有点像？这宠物模拟器，我们出去外面，刚莫名其妙被打死哎、欸，为什么会被打死？是这个游戏可以打人吗？厕所区我到底什么？我不能当好人吗？哦，你有足够的力量来重生了，去吧，好，自动重生，重生还可以获得500个我不要，我现在已经重生一了，我们现在有获得500个钻石吗？这边。为什么我没有分好人方跟坏人方？啊、他冲过来打我了！不要这样！原来我现在是坏人方啊！哎，为什么我只能当马桶？我不能当个塔防啊、哦？我可以换联盟啊！我不要在厕所，我要当好人联盟啊！为什么我要当厕所联盟？对不对？我要当好人的。我现在是一只监控人，可爱的监控人哦！我进化了哎、欸，是吗？我是进化了吗？我又可以再升级了。升级有了，我现在变成小小的监控人，然后我现在身上的钱，其实我没有看到我的这个钻石，它这钻石到底跑去哪？可以旋转一下，丢丢丢丢，获得500颗钻石啊！所以我的钻石呢，两倍力量，这一定是用 RB 来换的吧？我们现在就是努力的进化，然后看到对面有敌人，我们就要去打他啊！这是一个抢。哦，我懂了，这个伺服器现在就我们两个人，哇，他的熟练度也太高了吧 ？OK， 我们又可以再重生了，力量再加，我现在力量多少？哦，每次用的话，我就可以获得100，哦，200多，哦，厕所区现在没有敌人啊，哇塞，如果有敌人的话，好可怕，是什么？什么几亿的？哇，他怎么有黄金啊？哦，这是可以攻击模式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训练，然后训练完之后就可以去跟人家 PK 打架。哎，他重生了，他变成一只小可爱。有了，我发现只要我们力量越大，我们现在只要一直努力的蹲，就越蹲越大只，以后他现在变成超大监控人了。哇，他旁边的那个宠物感觉有点厉害。啊，我们现在哦，我这边有2800颗钻石啊，我们可以来抽这个3.5K 啊，我们要先继续练习，继续的转身啊。那这边有什么？哦，我现在因为我有会员，所以加20%，然后35秒内可以再加1%的力量。哇，我现在感觉力量越来越高了，35000又可以再重生一次，来吧，重生吧，千鬼，呵、啊，重生。我直接重生到5了，我们应该钱够抽一个，对，够，来抽一只抢眼的蛋啊！嘣！哦，传奇的狗狗哎，果酱狗狗来，果酱狗狗进入我的，进入我，哦，果酱狗狗10.8哎，大家有听到我现在声音有点这个鼻音很重啊，因为小光最近确诊了，对。确诊了，所以休息了好几天了。今天本来要做厕所塔防啊，不过因为厕所塔防最近的更新让我非常失望，所以我决定没有要拍更新了。哇，我现在每做一下就升级就进化、欸，哇，我现在变得超强，我是不是可以来跟他打架？我要先继续重生，继续重生。我现在如果跟他打架，会不会打输他、啊？走，我们去厕所区。我们走得进去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可以走得进来哎。哦，我有力量可以重生了。哇，
我现在力量好大啊，重生九了。可惜我们这个伺服器没有什么敌人啊。哇哇，大家全部都想当好人方，没有人想要当厕所方。在我如果现在如果过去当坏人的话，我可能会被揍爆。我们现在重生，我看看哦，宠物，我们现在继续抽宠物吧，又有4300，抽一个传奇，再抽一个传奇，嘣，有了史诗还行，史诗我们看看，抱歉啊，各位，我最近会一直咳嗽，姚老，你装上去了，7.6加10.8加2.4，哇哇哇哇哇，我现在力量超高哎。我现在最怕的是我旁边那一只啊，它看起来好厉害啊，熟练，它是熟练等级的。我们偷偷的去当一下。哇，如果哎、欸，我有50转身，我可以当音响人；30转身，我可以从一般厕所变成警察厕所。好，转身。我现在是，我看哦，我变成 Michael Jackson 了。我变成小黑厕所。我看我现在攻击力有多少，我们可以过去打架吗？跟他们抢一下。他们没有发现，他们没有发现我现在是坏人吗？我打他，我可以打他吗？哦，可以。欸、我这样打他，哇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，打不赢，我还不能重生吗？可以了，可以重生了。他过来打我了，救我，救命！这个游戏不容许有任何厕所的存在吗？太可怕了吧！我觉得我要当个坏人，好人不能当了。因为好人都只有好人方啊！哇，那边还有一个30几 QA， 那个好几亿的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个我怎么可能打得赢啊？哦，竟然有人邀请我！哦，我现在如果邀请他进来的话，我可以再加10%的这个经验值吗？应该是不用吧？哇，这边加这个多少？我看看，99，1699，别闹了。太多了，看我们蛋蛋还能抽吗？39，我们应该来抽一个25K 的25000，我们钻石只能从这里拿吗？哦，我们打赢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获得一个骷髅？偷打一下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快快快快！快快转身！投降！我跟你们一起做，我跟你一起举哑铃。我决定了，我不要再成为坏人了。根本没有人可以去当坏人啊！坏人根本没人敢过去啊！在这里力量加300，好吧，我们就在这边蹲吧。他们这已经垄断了这个市场，监控人们太可怕了吧！我你看我现在蹲几下就已经几 N 了，2000万啊，哇，那个 B 就是已经是亿了吧，2亿、3亿，哇，又可以重生了。OK， 我们再每重生一次，我们的钻石就可以越来越多、啊。我看我现在钻石多少了，6300，要25000还需要一段时间啦。我刚抽到一只5%的小狗狗，感觉蛮不错的。啊，这个 BOSS 是可以干嘛？哦，都是要氪金的。这个游戏也太多氪金要素了吧，感觉跟最近的厕所塔防很像。哎呀，最近的厕所塔防的这个更新实在是不想要花钱去拍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最近更新了一堆 R 币啊，我们干脆之后来开个直播抽奖，顺便来聊聊最近厕所塔防这样子的状况啊，我什么样的看法吧。好啦，今天就不聊厕所塔防，我们继续来运动。做工作做题，欸，这个做哑铃，哦，他们这个，哇，他们已经变到非常强嘞，我现在在举，哇，30几、40几、50几、60几、70几，哇，我的重生力量要170，快到了，
力量，力量再加，再加，再加，加起来，我们的钱到底够不够让我去抽了？我想去抽个蛋，8800块，我一定要努力，累积25K 好不好？25K， 那么就在这边蹲一下，蹲一下，哇！哎，我这边看到一个 free， 这个死亡蛋是可以做什么的？领取，请稍后。哦，我游玩16分钟，我就可以领取了。我现在已经玩了11分钟嘞，那我现在先去重生，重生。OK， 我们已经玩了16分钟，我们就可以拿到一颗免费的死亡蛋。加油！运动运动，好想打他们哦，但是我打不赢他们，他们好强哦。他们有哎、欸，这个新手，我们可以偷打这个新手啊。我们好想去打一下人哦。我们在做运动的同时，就切换过去打他吧。走，正在切换。OK， 我现在是要从小小只的开始。蹲蹲蹲，蹲蹲蹲。可以了，攻击。打不赢，打一个，打一个，击杀一，击杀一，快点，偷杀，偷杀，快打死，快打死，打死，打死，有了，加了击杀，加了击杀 ，OK， 很好，很好，偷偷来，偷偷来。我在这先蹲一下，先蹲一下。我也要抢这个。他在挂网，你看他挂网的人被我击杀了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哇，他已经好几逼嘞，好扯哦！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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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想打想打？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打不到啦，打不到啦！哇！力量提升，下一个体型有了，我变成下一个体型了。他四逼啦，大哥，我足够的力量可以求重生了。我重生，欸、嘿，我重生了。你打不到我，你打不到我。击杀一加一，哎，我看看我们的击杀这个多少了？这个蛋是不是要击杀数？我看看，我击杀2，他50，哎，我要杀50个，杀50个怎么杀、啊？好吧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再转回去，我们只能再转回去了。这边已经被他们这个霸占住了，我们没有办法。现在每蹲一下就100万，我只能过来这边继续蹲啊，寻找他等一下挂网的时机再偷打他，让我赚一下杀人数嘛，真是的。我哎，他不动嘞、欸。不动了，是不是可以打？哦，我现在变得跟他差不多一样的样子哦。他可以蹲一下，就加一点点而已。OK， 好，我等一下重生一下，再来打你啊！先让我看看我这边的蛋多少了。哦，我再玩2分钟，我就可以打他啦！我要拿个死亡蛋。哦。为什么这边都没有厕所单位呢？这两个厕所单位跑去哪了？不是好几亿、好几十亿吗？是这个现在蹲的这个吗？专家这个哦，这个 4.8T 的这一位吗？我刚想说他是什么东西，原来他是敌人啊！哦，然后跪在那边联盟里面家里的那个那一只是，我懂了哦。我这1分钟我就可以领蛋了，我要领蛋，我要领蛋，我要把他自己变得超级强。他已经4TB 都还是长这个样子，所以变超级赛亚人监控，升级泰坦监控人，还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转身。OK， 好，我现在多少颗蛋了？我多少颗？都14000，好难，这个好难挤啊。他现在十一、十二B 要等他升级有点困难呢，我们先来买个死亡蛋吧。有啊哈，4秒，我看看我能领到什么。
可不可以领到这个？哦，限时的，拜托了，就是这个了。你得到了一个蛋，最好的那个，最好的。好，这是稀有，好吧，没关系，稀有也不错吧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宠物 4.4， 我们把这个解除安装，装上它。OK， 这样子也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重生现在有1500颗，可以了，我们可以再重生了。好，我想要去做坏事了。转身来喽！我们现在赶快把自己升级、欸。他好像发现我想干嘛了，对不对？我先躲在家里，先把自己升起来，然后等一下再打他。他还在等我，是不是？他在等我吗？为什么他都不动？哎呀，还蹲着。20B，我怎么打得赢啊？哦，他又在补了，不要啦，你不要补啦，你不要补啦，我想打你啊，我现在加的速度不够快啊。OK， 我现在变黄金的，至少要1B才能打得赢吧，现在只有。300多 M 怎么打得赢他啊？好想偷偷去打他啊！加800力量安全区，哦，这是要 MVP 啊！他是在看我，他没在看我。他没在看我，快趁这个机会打他！偷跑，还想跑啊？过来，去哪里？死啦！有了，接下来是我的了，一逼，干嘛？你想过来吗？他想干嘛？别想跟我抢。可以打得赢吗？我打不赢，他攻击力好高啊，打不赢啊！可恶，我们可以一起蹲吗？不可以一起蹲吗？一起蹲一下嘛，真是的。3B、4B、5B， 干嘛啦？不要啦，你不要过来啦！我要去骚扰他。哎，干嘛？你干嘛？看什么看啦！我也想要分杯羹啦、啊、真是的！分杯羹啦，分一下吧，真是的，速度那么慢，怎么打得到我？哎呀！完了！这边还有个 PK 场。这些 PK 场可以干嘛？竞技场，我走进去看看。这些可以干嘛？力量加150。哦，我懂了，那边力量加300。哎，他人不见了，他是不是可以偷打一下？我能打得到里面的吗？可恶，这边有保护区，打不到。不，我只能在这里继续重生，然后在这里顾着。我终于知道这个800是可以干嘛了。那边150嘛，然后这个是300，战争之网在这里可以加3倍，然后那边只有加100。啊，然后如果你今天有 VIP 花钱下去，你就可以在那边每秒加800%啊！我懂了。好啦，各位，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起来锻炼身体，然后去偷打别人，抽我们的这可爱的蛋蛋的话，记得啊，帮我点个赞，好不好？希望之后呢，我能抽到这个25K 的蛋啊！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